Hello， 小朋友，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啦，好不好？我请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然后呢，老师要大家呢都一起开口来唱歌给我们的神听。你想一下哦，我们这边又唱歌哦，然后那个 SS 那边又有小朋友唱歌哦，然后在不冲那边又有人唱歌哦 ，KL 那边又有人唱歌，在还有哪里？就后又有人唱歌，比那也有人唱歌，巴哼。有人唱歌，哇！赞美的声音就在不同不同的角落献上给神了哦，所以我们一起大声开口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来高声唱，来高声唱，来高声唱。从大之王、来高声唱，来高声唱，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之王，唯有他配得赞美，因他是主。昔在今在他来君王，万喜大声欢呼，你
使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你好你创造，我手中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你创造，我手中奇妙真美好，喜乐你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心创造了我，你用恒爱来爱我，你是我大声欢呼，你是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再来一次，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心创造了我，你用恒爱来爱我，你是我大声欢呼，你是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哈利路亚，是的，是神创造了我们，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创造了我们，而且创造我们呢非常的奇妙，哇，德古姐姐你好奇妙哦，是啊，咪咪姐姐你好奇妙啊，小朋友你们也好奇妙哦，你们的宝宝妈妈也好奇妙，你们的弟弟妹妹也很奇妙，你们家里的哥哥姐姐公公婆婆都好奇妙，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神创造的，好吧，我们再一次宣告，我们自己呢是神创造最奇妙的那一个，我们要用信心来去唱，因为我们真的是神创造奇妙的一个受造物，所以我们要用一颗感恩和喜乐的心来把这个的感恩献上给我们的神，耶、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再来一次宣告，我是神，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手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你对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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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神你真的是太好了，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耶、神谢谢你对我们太好了，找我们并且要天天天天每
每一天都宣告，神你对我们是最好的，主啊，没有任何事情，主啊，是可以拦阻我们去领受神你的祝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得倒我们，因为神你的爱就在我们的四周围环绕着我们，主啊，我们去哪里我们都不害怕，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也不忧虑，因为神你的大能，创造的大能，还有你创造我们奇妙可畏，主啊，是我们的信心的源头，主啊，你就是我们的那个的信心的来源和那个的祝福，主啊，你是我们的源头，我们祝福的源头，主啊，我们把自己献给你。主啊，我们赞扬你的荣美，主啊，我们Look upon 主啊你的 kindness 主啊你的 goodness Your kindness leads me to repentance Your goodness draws me to your side me to be like you Your favor is my delight Every day I awaken my praise and call
神 kindness， 神有 mercy， 可是在哪里？在哪里？我感受不到。当别人都在欢呼歌颂神的时候，我感受不到。在哪里？神的 kindness 在哪里？你在一个的光景，在寻求这一位神，是你素来所相信的神，曾经让你经历他的一位神，可是你在一个的状况，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在这个时刻，神要对你说：孩子，我爱你，孩子，我爱你。My kindness is forever， 我的慈爱，我的 kindness， 还有我的怜悯，没有离开你，没有离开你。我知道你在一个的困苦的里面，可是神说我没有离开你，因为我是你的天父，我是你的天父，我是不会放弃你的，我是不会放弃你的，孩子，我爱你，我爱你。在这个时候，我看到神，我看到神，他把他的双手拥抱在你的这个 shoulder 的上面，他在拥抱着你，在拥抱你，跟你说：孩子，我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可能这个时候事情没有如你想象的这样的发生，可是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必有一条出路为你而留，你必看见那一条道路。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主，你的 kindness 和你的 mercy， 主，从来都不离开你的孩子们，主，从来都不离开，主，因为你从来都不放弃我们，你称我们为你的孩子，称我们为你的宝贝。且你是用手创造我们的，你怎么会离弃我们呢？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来爱我们。那么我们再唱一次副歌，来颂赞神的 goodness。神是信实的，神是真的。那个信实良善的主，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依偎在你的怀抱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这么好，即使我们离开你，主啊，不相信你，但是你仍然把我们拉回到你的怀抱里面。主啊，你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主，我们谢谢你。主，今天我们把我们的敬拜赞美都献给你，主，愿你悦纳。主啊，感谢主，奉耶稣名字祷告，一起说阿门。Hello， 小朋友，现在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哇，好开心哦！从上个星期我们庆祝祝棚节，带奉献献给神的时候，哇，那个心是满满的喜乐。米妮姐姐呢也是很开心，因为呢我的奉献呢有突破哦，就是说呢我之前是没有像今年一样给神这么大的一个的奉献。这个是我要向神献上的感恩。然后呢当我献上的时候呢，哇，我的心是满满的喜乐，我很相信神的祝福要大大临到我。所以小朋友，你们也一起来
来献上这个的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全部人都可以经历神大大的丰盛。虽然你觉得啊、哦，我的钱没有这样多啊，可能很少，但是神是看我们的心，只要我们的心是甘心乐意的，是爱神要献上给神的，神就会喜悦我们的奉献。好了，现在小朋友，你们预备好你们的奉献了吗？赶快去预备哦，很快我们就要一起来祷告。相信小朋友已经是预备好了，是不是 ？OK， 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祝福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主，我们知道神，你从来都不缺钱，因为这个宇宙万物的东西，所有的钱都是属于你的。但是你要看的是我们对你一颗爱你的心。主，我们要跟你说，主，我们已经预备好我们的奉献了，我们是很爱你的，我们是要奉献给你的，我们要神喜悦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将我们的奉献献上，愿神悦纳，奉耶稣的名字祷告，阿们。好，小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打开我们的奉献盒。 Yeah， OK， 把我们的奉献放进去。耶、yeah， 谢谢耶稣。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我们兴奋的时刻了，就是 Game Time。 哇，我们这个星期呢，我们请来了Uncle Timothy 做我们的特别嘉宾，然后呢，我们由 Winnie 姐姐我们来迎战，耶、yeah ！那么我们今天的游戏是怎么样玩的呢？好，你看到啊、哦，桌子上他们个别呢都有五个纸杯，对吗？那这五个纸杯呢，他们要一个一个从他们的位置传去另外一边，然后那个杯子呢不能够掉出桌子的，它一定要靠边，只要五个杯他们能够用手弹过去对面，谁最快的速度把五个杯完全的弹去他的对面，他就是赢家啦。好，这个星期你猜猜看谁是赢家呢？哦，很期待很期待。 OK， 好，你们预备好了吗？ OK， 好，我数到三就开始了，一、二、三。再拿起来咯，要确保是五个。等一下，最后拿起来。哦，蒂莫蒂。Uncle Timothy 已经哇三个了， Winnie 老师三啊，哎呦，继续加油加油，还有最后，哈哈，快点，还有最后一个，哈哈。OK， 哇哦，我们看到他们的战争非常的激烈哦。你现在可以看到哈、哦，他们都是五个纸杯都是在靠旁边的，但是谁是先的呢？就是 Uncle Timothy， 哇，哦，我们要来谢谢，我们来鼓掌给于妮老师，因为他很棒，他也是秉持着运动的精神完成任务，耶、yeah! ！我们这个星期的 game you 到这里啦，小朋友你也可以在家和你的弟兄姐妹还有你的父母一起玩哦，这个可以增加你们家里的那个气氛还有那个关系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拜。Hello， 小朋友，我是伊娃姐姐，欢迎来到今天的 GA Star Kids Star News 新新闻，好不好？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内容 ，Let's go！GA Star Kids 一次欢迎
永远欢迎，欢迎第一次参加 GSRK 崇拜的小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的话，欢迎你来扫描我们以下的 QR code， 填写你的个人资料。因为呢，我们非常想要认识你，每个小朋友、每个果果姐姐都很想来认识你哦，好不好？小朋友，我们一起来说 GSRK 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小朋友，第二项报告呢，就是你还记得吗？在上个星期的祝棚节崇拜里面呢，我们把绘画会说话这故事当成出手献给神哦。哇，当着我们有我们的 SD 小朋友，他来诉说他的故事 After COVID 的故事呢。原来他想做什么？他想要去沙拉瓦找萍萍姐姐玩哦，她还想要去台湾，她还要住 hotel， 她还要看 sunset。 哇，原来她很多事情要做，这些呢老师都非常要做的哦。小朋友，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抓紧机会，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发挥你的创意。我们把这个故事呢画在我们的绘画本里面，之后我们就来诉说我们的故事啦。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作品来 email 给老师，老师等着你们哦。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小朋友你们的回应信息作品啦。这里老师要给你们个大大的掌声，因为呢这么挑战的作品你们竟然也可以做得出来，真的是太棒了，好不好？我们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 Let's go。小朋友，今天的新闻报道到此为止，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感谢你的收看。 Shalom。 小朋友，我们现在又到来听神话语的时候，在还没有进入信息之前呢，老师要问你们一些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安迪雪人很喜欢的，每次都问问题。那今天的问题呢，都跟一个字有关系的，就是Double。 那如果你去 McDonald 你去 order burger 的时候，他什么 order 是有 double 的，而且那个时候你又肚子很饿哦，你会 order 什么东西来吃？ Double cheese burger， 耶、yeah! 那如果是你会打网球，或者是你看过人家打网球，如果他开球哦，他开两次哦，那个球哦都过不到哦，哇，碰到那个网啊，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个叫做 double fault， 他会失掉分数的哦。那如果说哈，去开车，你们爸爸妈妈驾车驾车去到一个地方，哎呀，没有 parking 了哦，可是我又赶着下去哦，怎么办？他就会做 double parking。那还有哦，就是如果说我们去那些山上的路或者是一些路哦，你会看到在路的中间，他会画两条线，白色的线。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就是 double line， 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车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有 double line， 是 no no 不可以 overtake 的。为什么？因为通常会有 double line 呢，它的路是比较弯的，是有危险的。那如果你的车停 park 在 double lane， 你一定会中三慢，因为那个是不被允许的。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是 double 的呢？Double chin， 就好像安迪雪人这样子，哇，我每次哈要瘦哈，就是瘦不掉我的脸。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会讲到什么呢 ？Double face，Double face 的意思是说哈，他这边呢跟你很好很好，可是一转身他就这样，啊，这种人叫什么 ？Double face。然后呢，还有什么是 double 的呢 ？Double job， 我就是说，这个人做的东西跟这个人做的东西一样的。所以说很浪费时间，这个叫做 double job。 嘿，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哇， double pay 哦，哇，那些打工的最开心就是哇，老板出双粮是最开心的。还有哦，犹太人他们的长子哦，可以得双份的产业，是吗？小朋友，每一个人都很喜欢 double blessing 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在家里哦，每一个人哦只分到一块鸡腿，可是轮到你的时候啊，嗯，给你两块鸡腿，
哇，看起来这个 double 这个字、哦、是它很多方面的，有一些是很正面的，就好像是哇 double portion 的那个的 blessing， 哇，可以拿两只鸡腿多好啊。可是呢，也有一些是负面的，它有一些的警告的那个的意思。那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跟你们讲的就是一个很 positive 的 double 的 blessing。老师在这里要问你们呢，谁要这个的 blessing？ 快快的举手，快点举高高，给耶稣看到。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到这一个的 double 的 blessing。那今天呢，老师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就是得加倍的灵 ，receive the double portion of spirit。那小朋友，你可能会问老师。Auntie Sharon， 领受加倍的灵和祝福有什么关系呢？那、小朋友，关系可大了，因为呢，我们里面呢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服事、哦、不是靠经验的，也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或者是靠关系，那爸爸你帮我做了，老师你帮我做了，这样子。如果说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是依靠圣灵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有事半功倍的这个的恩膏，那我们也会有加倍的聪明智慧。哇，如果说我们在面对考试啦，我们在读书啦，或者是我们的学习、哦、有了这个的加倍的这个的聪明智慧，哇，你说小朋友是多好呀。那可是、哦、小朋友，神、哦、很愿意的把这个的加倍的这个祝福呢倾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 but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到的、哦、那为什么呢？关键就是一个字，跟。如果说我们要成为一个领受双倍祝福的那一个人、啊、我们一定要紧紧的跟随神，而且呢，这个跟呢不只是跟罢了、哦、我们是要很忠心的，而且是跟到底的，然后很贴心的去跟、哦、这样子呢，这个的得加倍的这个的祝福呢就会临到我们。那反而如果是那些不愿意跟的人呢，他只能够眼巴巴的就看着那些愿意跟的人呢去领受这个的祝福。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圣经里面的一个的故事，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的经文，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六节。耶和华要用旋风借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见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进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见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第一大点就是贴心跟随的以利沙。这里讲到以利亚要被神接走了、哦、首先呢，我们要来认识以利亚是一个怎样子的一个人。以利亚的名字和他的意思是说My God is Yahweh， 我的神是耶和华。然后呢，以利亚、哦、他有一个外号的、哦、他的外号叫做烈火的先知，就是 Prophet of Fire。 那以利亚他有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的 personality， strong 的 character。 他在跟耶洗别那些假先知斗法的时候、哦、哇，他就跟神说，神啊，你降下你天上的那烈火，把那些祭物都烧掉了。然后他不喜欢的人，他就跟神说，神啊，你看这些作恶的人，你把火降下烧他们，把他们变成像 BBQ 这个样子。所以以利亚他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他讲话很直接。然后在这里呢，出现了两群人，一个是以利沙，一个是一群是门徒。这些门徒、哦、两群的门徒，一群是在住在伯特利的，一群是住在耶利哥城的。那你看、哦、
关键是在哪里？门徒哦，称呼以利亚，那他们称呼以利亚叫什么呢？叫他师父。OK， 小朋友，如果说今天哦，你的师父要走了哦，就好像你的老师要走了啦，你的学校的校长要被 transfer 了啦，那你会有什么感觉？会不舍得吗？还是Who cares? I don't care. 无所谓，反正会有人来代替这个位置的啦。那如果老师今天问你，要走的那一个人是你的爸爸，你会怎么样？那爸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位置哦，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我们看到以利沙他这样子的忠心的去跟随，他不只是哦在跟着以利亚学习这样子做一个的先知而已，以利沙他甚至被以利亚高成为他的接班人哦。那小朋友，每一个人都很想得到双倍的祝福嘛，对不对？可是哦，会面对试验的哦。那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他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他这一个字是命令的， You wait here。 他讲了多少次啊？他讲了三次啊，他 order， 他 command 以利沙说，你在这里等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跟，那你可以做一个的选择，我今天要走了哦，你不需要跟我到最后的哦。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不会因为以利亚说你不用跟了，你在这里等了 OK 咯，我就等了。他不会哦，他不会因为以利亚一句话他就感觉到师父你拒绝我啊，他也不会因为以利亚的这样子的一句话你就不跟不跟咯，他也没有感觉到很受伤哦。哎，所以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如果是说这一个人是你的爸爸，爸爸说哎，我今天要去巴沙马拉嘛，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那你会怎么跟？你会说爸爸我跟你去巴沙马拉，爸爸你要去哪里我跟你去。那如果说你看到这个以利沙，他以利亚三次跟他讲过你不要跟，你在这里等就可以了，然后那些门徒还一直来试验那一个以利沙，说哎，你知不知道你的师父要走了那为什么以利沙会对他们说我知道，可是你们不要出声，意思说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讲，因为他一直讲一直讲的时候，这些负面话语他一直听他的信心会动摇的，所以他就跟他讲 You guys are damn damn， 不要讲这样多。所以呢，他就单纯的凭信心的就是这样子的来跟。那小朋友，如果你是以利沙的话，你会怎么做？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个的短片。以利沙，先知已经告诉你以利亚将要离开我们，你怎么还在这儿？师父，耶利哥的先知对你说了什么？师父，他们告诉我说你将要被神接去，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而你要留在这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以利亚和以利沙在做的是什么呢？看哪，他把河水给分开了，这是神迹啊！伊莎，我未曾被耶和华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国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亚！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以利沙来了。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OK， 小朋友看了这个短片，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以利亚被旋风接去了，看到以利沙一直紧紧地跟着以利亚，然后你看到了以利沙承接了以利亚的那个的恩膏，哇，一个新的一个时代开始了哦。那小朋友，每一个人哦都很想得到祝福的，对不对？尤其是 double portion of the blessing。那今天呢，神也是要把这个祝福哈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紧紧的跟随神。那小朋友要得到这个祝福哈，它是有路的。首先哈，我们来看哈，以利沙它是这样子的根，它从吉甲。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伯特利，然后我在伯特利就面对那些先知跟他讲：“哎呀，你的师父要走了啦。”然后又面对那个Elijah 跟他讲说：“你可以不要跟哦。”哇，他继续跟，然后去到耶利哥，然后去到耶利哥，然后再继续跟来到约旦河。那所以哦，你看哦，当Elijah 他知道他要走的时候呢？可是、哦、他的门徒先知道、哦、他的门徒、哦、就一直跟以利沙讲、哎、Your master is your 师父 is going to leave you today you know? 那这里、哦、你就会看到这两群人他们所做的决定、哦、会影响一个的结局的、哦、那小朋友老师要问你，我们要领受祝福是除了我们本身、哦、我们要紧紧的跟随我们的神，我们还要做一个，我们要贴我们的神。那你知道吗，从以莱莎他开始呼召以莱莎的时候、啊、以莱莎他不是一个贫穷的人、啊、他很有钱的嘞，他有十二头，他有十二倍的那一个牛、哦、他算是很有钱的人、哦、所以他跟以莱莎的时候他就是一直的服侍那一个的以莱莎。所以、哦、小朋友我们、哦、在家里呢，我们要贴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也要服侍爸爸妈妈，我们也要体贴我们的天父爸爸。你看、哦、不体贴不跟的人是就好像那五十个门徒一样，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只是远远的站在对岸那边，在那边做什么呢？看，只是站那边看。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七节，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的站在他们的对面，两人在约旦河边站住。那小朋友，门徒呢只是把
以利亚当作是师父。那门徒的心理很简单，他们会觉得是我给学费，你教我，我要学你有的东西，我要学你很会的东西。那如果说今天他们是给了学费去到这个先知学校，以利亚是他们的老师，教他们讲子的去学习做这个的先知，今天这个先知要走了，这个老师要走了，那通常这一帮人会怎么做？他们不是说 OK 咯，这个老师没有了，不是换过另外一个咯？哎，可能我新的师父会，或者是我的新的老师会教的比我以前的师父啊，以前的老师更好啊。你知道吗？以前的功夫 master 喜欢看功夫片的吗？以前的功夫 master 是他可能他有十二招，他会留一招给他自己，他不会教给他的徒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做师傅的是他很怕我把我的功夫全部教你哇，以后你要跟我打的时候是我一定会打输你的，所以通常他们都会留一招给自己的。可是如果是你的爸爸，如果这个人是父亲的话他不可能说我把我的产业我只给你 90%， 我留 10% 给我自己，对吗？如果是爸爸他有东西，他有好的东西他要教你，他要给你的话，他一定是 100% 给完你的。所以小朋友，老师在这里要问你，你在家你是一个怎样子的一个的孩子？你是一个真儿子吗？你是个真女儿吗？你跟你的爸爸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是有距离的吗？是每次远远的看着他们这样子罢了？那其实做爸爸妈妈的，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很希望就是我的孩子他可以贴近我们，然后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聊天。我们的天父爸爸也是一样，神很渴慕我们贴近他，黏住他，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通通都跟神讲。那你觉得天父爸爸会不会因为我们很贴心，我们很跟随，然后神就把这个的 double portion 的这个的 blessing 倾倒在我们的身上？那孩子们，我们要这个的加倍的这个的祝福，你们渴慕吗？我很想要，真的。那从今年开始呢，如果过去我们跟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关系是很疏离的，那我们很少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讲我们或者是分享我们自己的事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贴心跟，就是要跟爸爸妈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会带下一个的结果，结果就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二章八到十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从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了。”哇，你看到吗？这里是身份改变得加倍的灵。前面的门徒是称呼以利亚是师父嘛，来到这里的时候以利亚以莱莎还没有称呼以莱莎是什么，可是他在这里他做了一个的祷告，他这个祷告是什么呢？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因为他知道他要起来承接，他知道以利亚要走了，然后呢他这个灵的意思加倍在他的身上，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是有能力的，有加倍的恩膏的。那这个的恩赐是不是可以加倍的落在这个以莱莎的身上，是由神来做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以莱莎跟以莱莎说，如果你可以看到我被神接走的话呢，你就会领受到这个，那这个也是成为一个神允许他领受这个的 double portion 的一个的记号。那小朋友，当我们认定我们的天父爸爸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是我们就不是刚才讲吗？我们要贴我们的神，我们要渴慕我们的神，我们其实还可以向神求一样东西，就是求恩膏。那如果以前我们的成绩不好，我们可以向神求，那可能我们以前已经是很会祷告，我们可以带敬拜，我们会先知会话，那今天
加倍的这个灵哦，会临到我们。所以你看以利亚他的回答说，哇，你所求的很难得，哎，这个真的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你要加倍的这个哦。所以哦，当我们哦这样子的凭信心去要的时候，是我们一定会领受到的。到最后，小朋友Elijah 有没有领受到这个的 double portion of 他的 Elijah 的这个的恩膏吗？有的。我们继续看，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他们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撕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亚就过来了。那以利亚是怎么样被神接走呢？哎，我们曾经在 camp 里面我们问过这个问题哦。以利亚是被什么东西接走的？是被那个 whirlwind 就是那个，他是乘旋风被接走的。火车和火马呢，只是将他们两个人隔开而已，不是他升天的那一个的工具。那当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 Elisha 他叫以利亚是我父啊，我父啊，就是这个和表这个称呼呢，就是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那小朋友，如果你在家哦，爸爸妈妈如果他们的关系哦，他们这样子的称呼彼此哦，你会看到他们的哦。比如说，他们很喜欢叫彼此哈，达林啦、dear、哈尼呀，或者是 sweetheart 啦，来等等的，来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啊。然后，那如果说我们叫我们的爸爸妈妈叫他们 daddy 呀、妈咪的时候啊，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亲密的。那安迪学认呢，如果我跟我的老公吵架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叫他的吗？哎哎喂，这样子的哦，这样子的语气哦，你就会知道哦，我们的关系是很冷的。那如果我们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会这样叫他，哦，我爱人，哇，你就会知道哇，我们的关系是很碎的。所以 Elisha 他叫 Elijah 我父啊， My father， My father， 意思说他真的跟 Elijah 他不是一个的师父的关系，他是一个 father and son 的 relationship。 那小朋友，如果是说我们每次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跟神说神啊 You are my father 的时候，是哇，有没有觉得是神的心很悲满足，神很喜悦。而且哈，当我们说 "You are my father and I am your child," OK， 然后呢，神的心哈就很开心。当我们向神说"神啊，我今天我把我的祷告交给你"的时候，是你觉得神会不会应允？神一定会的，而且神会给我们一个的 sign。所以你看到吗？这个 sign 马上就成就了，神迹马上就发生。因为哈，当那个 Elijah 他拿了这个 Elijah 留下了那件的外衣的时候，是神迹马上就发生了，那个水也是左右分开。你看哦，他也是用他的衣服打水，所以他看到 Elijah 怎么做， Elijah 他也跟着做。所以呢， Elijah 是不是有加倍的灵在他的身上？是的。 Elijah 做的那个的神迹有多少个？ Elijah 就是做了 double of what Elijah has done。 小朋友， Elijah 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勇敢的向神求，他向他的父来求，就好像今天我们也可以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求，求说神啊，愿你的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加倍的来充满我们。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说天父爸爸是我们的神的话， God you are my father and I am your child， 好不好？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呢，我要邀请你们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要用这首歌，我们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就好像 Elisha 他这样子的称呼 Elijah 的时候，他说 My father My father。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用这首歌，我们来跟神说 Yes God you are my father， 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我们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跟神说 Yes God you are my father My loving Abba father。
Doesn't matter where I run, you're there for me. It doesn't matter what I've done, your love's for me. You wipe away my tears, you lift me when I fall. My life is saved by the mercy of your grace. It doesn't matter where I go, you walk with me. It doesn't matter when I fall, you cover me. You wipe away the tears, you lift me when I fall. My life is saved by the mercy of your grace. You are my Father, provider, you're my deliverer. Your mercies embrace me, surround me through your everlasting love. Father, I worship you. Yes, Father. You walk with me. It
父宝宝，你看到我们在你的面前，神啊，每一个孩子他们举起手，他们说，天父宝宝，我要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孩子们老师要在这里，我要有一个的呼召，你渴慕的，你渴慕像以莱莎这样子的紧紧的跟随他的父的。他们两个没有肉身的关系，可是呢，他是紧紧的跟随。你愿意今天你跟我们的神，跟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这样子的贴近他吗？好不好？如果你是渴慕的话，你说 Yes God you are my Abba Father， 你张开你的双手，我要为你们来祷告。你一定要渴慕，你一定要在你的位置，你开口，你跟神说，神啊，我渴慕，我渴慕有这个加倍的灵，感动以利亚这个灵，要今天也要加倍的灵到我的身上。你渴慕吗？你渴慕的话，你张开你的双手，老师要在这里要为你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圣灵，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在每一个孩子的家，主啊，他们张开双手的时候，当他们渴慕你，他们说阿爸 Father， Yes my Father， my Father， 是的，神啊，当他们这样子来渴慕你的时候，圣灵，求你在这个时候，你加倍的领导他们，更多更多的来充满他们，神啊，你现在你亲自来高摩他，神，因为神你要兴起他们，我们这个以莱莎的这个时代要被你来兴起，因为他们要来承接以莱莎的那一个时代的恩膏，而且他们还要得到的是双倍的这个的恩膏。是的，主耶稣，凡是渴慕你的，凡是贴近你的心意的，神来的求你按着他们的祷告，神求你这个时候你加添在他们的身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今天凡是渴慕你的，神，我们奉你的名字宣告，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一个的 double portion of blessing。 主啊，这个 double anointing 领到了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今天我奉你的名字要祝福在线上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聚会的所有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父母，主啊，都求你这个的灵大大的来感动他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主耶稣，求你在这个时候，神啊，让每一个的家庭都被你来兴起。主啊，他们的灵是敏锐的，他们的灵是向你敞开的，他们的灵是渴慕的。主啊，他们 所做的，神啊，都有很多的神迹要随着他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好，小朋友，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愿神祝福你们，拜拜。小朋友，我们今天的崇拜到这里就结束了，记得你们要 like 我们的 page， 然后要 subscribe， 开启小铃铛，还有要 share 给你身边的每一个的朋友哦。我们再见。